文慧，文慧将经论中文，亦将善知识处文。思慧由思维经论及善知识处成无了地。修慧为基于文殊修，基于此成无了性慧。大家人爱真用心啊，用心体会文殊修。这是咱学佛者应该有，爱保持着不断听听闻佛法教理，真的是修学佛法必备条件，人人爱时刻用心闻，闻慧安怎来？就是爱从经论中听，听经啦，或者是呢，悟德大师因的心得在。讲释在论说，咱将因的智慧心得啊，安尼会当多听多闻多了解，这就是善知识处闻。啊，或者是呢，什么人伫咧讲？人人啊！都有伊听法的心得，人人听来呢，都有伊的精华的关键。虽然还是爱耐心听，任何人伫咧讲，都唔通起分别心，还是爱将。长的时间听来，去接受迄个精要的话，这是咱最重要。咱是什么款的根基听法？咱会当接受什么款的法，对咱有帮助？咱听来。接受的力，会当落实生活，这就是已经呢，从善知识处，或者是从经论中，咱已经得到了，得到这个经法的精要，用在咱生活中，爱感恩呐。这就是文慧，思慧呢，是由思维、经论及善知识处成无了地，都正是完全爱靠别人。咱也唔捌的时，啊，爱从经论中得，爱从善知识处。求得呀，思慧啦，是听来了后，都爱靠家己咯。家己爱好好思维，听经了后呢，一定爱经过咱家己的记忆。从咱听了后，咱捌偌多，咱爱吸。立在心灵，
好好反复思维，读过的经，听过的话，也能了解偌济，了解落来呢？那来好好分析，经过咱心思分析，咱才会当发用伫生活中。这呢是思维，也咱发落实伫生活中啊，看别人，也是听法，也是闻法，因的法也落实在生活中，也你甲我的法啊，听同款法，咱伫生活中呢。所做是不是有同一个方向？啊，拢差不多啦，志同道合。那确认了，咱的法是正方向，咱会真安心，咱会依教奉行，这个法。就是咱平生爱行的路，无烦恼，咱安心，真的无聊。所以人生啊，求道、行道，咱爱心无烦恼，真安心。平安自在来修行，听的无错，行无错，咱的心地真安，这种文殊修，所以修修来成长智慧，因为经过了身体力行。都正是听来做，看别人跟咱配合，安心继续做，所以就是安心修行咯。安心修行呢，咱身体力行的心得，就是叫做修慧。经过咱家己历练过去，经过咱身体力行的心所得，咱心有所得啊，这叫做修慧。所以为基于文殊修基于处，咱已经听。咱已经经过思考了，也已经回含呢的生活，咱还搁伫咧继续，因为修行啊，大小行呢，拢是长久的。前面咱讲过去啊，长久，真长真久，生生世世，所以咱。只是在文殊修这中间，义气啦、道理啦、道理方向呢，咱拢已经分明透彻。这当中都是正方向，实思维、正思维啊，那实行道。咱即马就是爱行安尼个路，这个实行道。既然咱安尼，身体力行啦，方向袂用个偏差，所以义气，义就是道理啦，就是这条道。那气就是气象。咱行伫这条道的面顶，迄个方向啊，
逃离都未用的偏偏一点啊，差一点啊，也都是安尼去啦。要那安尼啊，就是安尼得多；啊那安尼啊，都安尼去啦。安尼总是呢，毫厘千里差别，所以咱修文殊修机宜器，咱爱真准确，唔通有毫厘偏差，所以性该宜器。就是袂用诶偏差，爱真精搁准，准精准啊！所以修慧，咱有精有准，安尼历长久诶时间，爱行这条路，无偏差，则会当成长智慧。所以该记义气，证明一直伫咧讲信戒，也讲到义气，在重要处就是伫遮文慧、思慧、修慧、文思修的智慧，就是要互咱。在咧进行中无偏差啦，这个智慧，咱前面有讲过去啊，五婆罗蜜真重要的呢，就是后面一个八戒婆罗蜜，咱常常讲行六道万行。五婆罗蜜，这是五道念定需要八戒婆罗蜜智慧啦，所以智慧的气象，智慧来回合啦。但伫咧行一路，回合五婆罗蜜。啊，五婆罗蜜呢，需要是智慧来引行，咱都袂偏差。咱若有智慧，智慧的布施，智慧的持戒，智慧的忍辱，智慧的精进，智慧的禅定。那亲像阿奶呢，咱都无偏差，也那无呢，你就是干那修禅定啦，都真危险。所以要修禅定，必定爱有智慧，也那无修禅定啊，也出问题，就是。造会入魔，思想偏差，一点啊一差，那就是毫厘差千里错。咱都爱真谨慎，所以咱都爱修慧，就是讲基于文思修，基于气。咱已经听。咱已经经过思考了，咱现在的修行方向要对准这个道理，这叫做文殊修机宜器，要对准这个方向，所以那安尼呢，就生无了性慧。当回合我来，咱都无聊啦，无聊。过去一段时间，嘛一直咧讲无聊啊。
无聊，就是烦恼无明，拢总起底啦。修行的方向正确啦，真正的精准的修行，精而不杂吧，进而不退，这真精真准的修行叫做无量圣慧，精准的智慧，会当受这个五波罗蜜呢，会真真顺利，无杂念，安尼咱会当好好行吼，向前行。文慧、思慧、修慧啦，这三项呢，文思修这三项。文慧是听闻佛法，令生智慧。大家人爱各修挖转来，文慧要对多生起来呢，就是爱的经佛法中啊。生智慧，思啦，思的智慧是爱将思维佛法的教理啦，爱真准确，搁该修道倒来，咱听佛法教理，咱再搁再靠这善知识，甲咱同修共作。大家人安尼同齐听，同齐修行，同齐身体力行，经过了咱再思考、体谅，对安尼呢，会当证明我听、我修、我做无偏差，所以安尼也会当生智慧。既然是安尼啦，那修慧，那就是爱勤修咯。那来真真正正身体力行勤修，一点啊都袂用啊懈怠。咱已经知啦，时间得紧迫，每一天直直过啊。时间绝对呢，分秒无个倒转来，咱来把握时间当下，好好呢利用生命，所以好好修勤修啦。这个禅定啊，禅定就是静思维，思维修，这叫做禅。所以呢，咱的心永远拢定在这个禅、三昧、正思维，这是禅理啊，叫做三昧。三昧叫做正思维，咱的心真正确的思维，都是落实在定，心爱专。心爱定，唔通因人来乱了心。即较早嘛，听阿甲大家讲，心爱定，心爱定，唔通因人来乱咱的心。
咱爱好好伫人事物啊看清楚，咱的心才会当真定啦。那安尼就生智慧啦，也就是讲，人啊，就是爱以文殊修之三慧，好好啊来加倍鞭策自己，再精进，再精进，唔通呢懈怠，所以爱精实修行啊，出生一切善根，那安尼呢？自然，咱的善根呐，绝对呢不断成长，所以是为菩萨之善友。那么有善根呐，咱的诸多道人，咱有这个善根，所结的拢是善缘，所以菩萨为伴，这拢是咱的善友。这是咱修行的过程所需要，所以文殊修呢是真重要，请大家人哎精实精准呐、啊，好好意气就是气向哎正确，步步精进呐、啊，这以时间呢。好好利用在咱今生出世，好好把握，所以爱用心听法啦。咱那些偏差心啦，放松，无定着呢，真紧会退转啦。佛陀的时代，同款呢，也是有安尼。地主啦，啊，有安尼个代志发生啦，那就是讲佛在世时啦，那伫六月吉下窟山内底哩，有一天啊，这个山中啊，有一群中家子，中家子呢？就是啊，真少年，伊个老爸啦，生理事业拢做足大，经济真好啦，一第二代呢，在年轻结交为好朋友，有五十位啦，家境拢真好，个少年人。有五十位，那伫亚舍带头，大家人啊，听到佛说法，有智慧啊，会当引导人人生正确方向。所以这个呐，五十位的中家子讲好啦。去拜访佛陀，请佛说法，到吉下窟山，大家人真虔诚啊，见佛庄严啊，五体投地，请佛呢为因说法啦。都看到一群年轻人。人人拢是一表人才呀、啊，人人呢拢是真有知识，佛陀就为因说法，就第一人向大众开示，就是空啊空啊，无常无我的道理啊，大家人听。听佛好好来分析，空空无常，
母我对这五十位啦，享尽人间福的少年人，伊感觉不可思议啊！人生哪有苦呢？好，大家人生活得真好，啊，哪有苦啦？佛陀都分析啊，苦在无常中啊，讲真多呢，人间无常的道理，从有物质讲到内心的烦恼、忧愁，这个苦，讲到将有呢，忽然间变无，忽然间变无，是无常的道理呀。几千者的人数，同时人间的故事，可因会当知影，吼、哦，果然呐、啊，人生快乐唔是永恒啦。何况呢？搁再有老病死，虽然几生来日日在享受中，无警惕着在安怎成长，无警惕着未来的老化，也无警惕着将来最终的死。啊，这当阵一旦想起来啦，印度呢有真多富有贫困悬殊真大，这群年轻人呐、啊，也自我警惕啊。是啊，也看到未少呢老病死在路边。真多呢，苦难人，啊，这的人会过去啦，敢毋就是少年呢？这的人会过去，是阶级啊，不同，所以伊也是人，是安怎受这多苦呢？哦，从苦中啊，体会人间一切物质啊。就是败坏无常，道理因了解啦，搁再病死，会想到病，在最爱的人在病，最爱的人死去，这种的苦，牵肠挂肚，将来呢，家己。会老病死，啊，迄个时阵又是什么款的体会呢？一种有了最爱，有亲爱，一种爱别离的苦，搁在呢，在最爱的家庭中。也有万千回的人，好、哦，这对心的内底啦，真正是想想呢，原来苦有这多啊，烦恼有这多啊，牵挂有这多啦，好、哦，这款的人生呢，无好过啦，这五十个年轻人。发一个心，不如出家。这个出家啦，我保持我一个人，会当专心听闻佛法，求此佛道，免得呢将来牵挂。真多真多的人，这种。爱别离万千回啦，这多的牵挂，啊，我不如就
出家啦，从安尼一念心起，大家人真恳切求佛接受一群人出家。佛陀呢接受啦，善来必求啊！安尼整齐僧团中呢，突然间再增加了50位的比丘，这也是大在少年人同时出家啦。啊，出家了是不是安定啊呢？虽然真认真闻法，道心真精进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呐，佛陀带因去应供啊，大中者啦，备办供养，佛带着僧团去应供，在迄个所在，这办是真澎湃。搁再呢，看到真多真多中者，同时来供经。迄、那个中间，忽然间去，予伊想到，想到因，若无出家啦，我嘛是还阁会当亲像遮个中者，用真澎湃的物件啊来供佛经啊，啊，我当阵哪会着安尼着出家，啊来接受遮个中者？会供养呢？我若毋是出家，我嘛会当供佛供经啊！啊，今仔日换我来接受人的供养，这念心起啦，阁有人想，不如归去，要来弘扬佛法。我也已经听真济法啦。啊，我那是归俗呢，返俗了后啦，啊，我会当空交，我会当交真济朋友啊，啊，我会当叫遮个朋友呢，较侪人来听法，啊，我阁会当供佛经啊，啊，这个毋是对佛法嘛有帮助啊，啊，我呢？也会当随心所欲啊！有人啊，就是起安的心呐。啊，佛陀拢知，大家人的起心动念，佛陀都知啦。就安尼接受供养了后呢，结束啦，回庭行路安尼经过啦，有一条。长长的大沟，啊，这长长的大沟是真垃圾，啊，这呢垃圾的大沟啦，内底呢确实有莲花啊，莲花呢嘛真盛开啊，那佛陀在迄个所在哪行都哪讲咯，哇，莲花啊！莲花盛开呢，在污泥中啦。污泥是真臭呀，这沟哦，这个污沟啦，也是因为莲花而出香味呀。莲花的盛开，就是因为呢，这个。污泥高啦，诶，营养分呢，营养了以莲花的开放，这么水，这就是莲花甲污泥呀，这互相成长啦，安尼哪得咧行行到？正下，大家人准备啦，这个
要休息，开始呢坐落来啦。阿兰就开始问佛陀：“佛陀啊，拄只你哪行哪伫咧讲，看到莲花甲狗啊，佛陀，你讲这个话啦，啊是用莲花甲乌狗啦，有啥物用意无？”佛陀呢就安尼坐定落来，就向大家人开始讲啦。是啊，乌狗就是俗世世俗的生活，就亲像迄条乌狗共款。伫即个乌狗的狗人，确实呢，看到开放的莲花，因为呢，有即个开放的莲花啦，伫即个乌年的狗啊顶哩，所以予人加用心来欣赏这个莲花，会当闻到呢莲花的香味，就会当走进这个狗来。也那是无这个莲花啦，这个狗啊，充满了污泥臭味，人哪会愿意亲近呢？譬如僧团，僧团呐，都是善的经济，粒粒都是莲花，出在污泥中，不受污泥来染着，尤其是这。因为污泥在莲花开放的前后，修行者就是因为呢，在人群中，所以心中智慧佛法啦，道理呢，是因为呢烦恼无明啦，这是需要呢，这真理。体力啦，入群中去，所以伫人群中，亲像迄个污泥、污浊的泥沟共款，需要善清洁啦，即莲花伫迄个所在，所以莲花在污泥中也当开放、盛开，再搁在莲花啦。花开结果，果实累累，一生无量。这就是修行在污浊中，娑婆世界才有法度呢，培养出了菩萨来。佛佛啊，就是要经过了阿弥的历练，在人间中呐修行成就，这个故事总是呢安尼讲出来啦。五十位的比丘呢，家己知影啊，这都是佛陀伫咧对我说法啦。人人呢及时起来向佛陀啊礼拜呀。向佛忏悔，我有三生过阿弥的念头，经过佛陀的分析，我知啦，我现在忏悔我的清净啦。这就是佛在世时呢，都有阿弥的发心，但是呢，文化。那文化呢，在这人群中，嘛个会起心动念，所以需要的周围爱有善知识。阿兰就是因为善知识，知影佛陀的用意，了解呢五十位呢，这起心动念。
严，所以会当安尼甲引导起来啦。佛陀呢，因为安尼甲因说法，就好好认真修行，文殊修啦，袂用个间断的。所以咱还知影善知识真需要，咱修行的过程袂用个欠善知识吼。修行群众爱彼此呢，何为善知识啊？前面的文呢，咱看吼，有恶一多，若有闻佛修明中观，解其缘起，是人所得功德无有限量，令起如来无上智慧。这段文，咱爱用心来体会经文安尼讲啊，咱都爱好好用心吼、哦，修行一定得真长远呐。佛的寿命，大家人应该都真清楚啦，就是智慧，这历久常新呐，永远。都对的吼，那咱爱修行的意气，这内底的意甲方向，咱爱真清楚吼。伊的意气、言气，佛的意义啦，佛要讲话，迄、那个内底的含义，甲讲啦，那迄个方向，甲咱指导的方向。拢爱真清楚，爱细心啦，爱清楚吼。那一旦安尼啦，修文殊修，这有功德啊。因为听了有思考过，咱有身体力行啦。内修即是功，外行即是德。那功德啊，无有限量吼。身体力行啦，令起如来无上智慧，这是经文讲的。安尼功德真大啦，体会了解这受量品的内涵，佛陀所说的含义气象，咱也清楚佛知佛见啦，咱会当了解。何况呢？接来这段文啊，何况公文是经，若教人文，若自持，若教人持，若自书，若教人书。咱干那咱家己信解哦，咱得了解佛陀的意义、气象，咱都有功德啦。因为咱未做唔对去吼，那何况咱了解了后，公文释经听了后，那还是呢坚定了咱的信戒心，咱的信戒无偏差，坚定啦。所以公文释经，咱啊既然信解坚定，咱会精进啦，就会当利益人群。所以因为安尼，信解其功德如是，咱有相信，咱有伫咧身体力行，咱有伫咧利益众生，五波罗蜜呢，咱拢不总伫咧行。咱现在。是伫咧会合法界，会合智慧啦，所以功德就是安尼。弘福公文及功德利益，可在安尼不断呐、啊，
重复吼对的代志，逐天都是同款安尼做，对的代志步步进行，做得对啦，方向对，哎，步步前进。所以讲，利益转型吼，都是安尼不断地继续啊，不敢。可知啊，唔免阁解释，真简单的道理，大家人应该知咯。所以啊，欲教人问，欲自欺；欲教人欺，欲自私；欲教人私。代志啊，咱就是爱做啊，不只是做，咱爱阁教，教人听，引导人人好好听经啦，这么好的道理，爱赶紧来听，来闻精进，爱好好用心来听吼，能得处心受持，咱家己啊要阁教别人啊来。咱听了后，咱做会到，咱要阁甲大家人讲，咱原来爱来做，原来来招别人听，我招你，你招人，那继续招吼，继续呢，互人了解这部经的意义，互人了解呢，同款会当去影响别人，真的。自持教人持吼，那亲手自书，家己写经。当初呢是爱靠经文，予大家人看。啊，经文要对倒来爱写，所以咱大家人来写，写予大家人看吼。那欲教他人书，我家己来写。咱原来来去教别人写，即马大家人好像真爱抄经吼，抄经真好。现在呢，不只是唔免阁印刷啦，现在呢是电子吼，那一点都拢出来啦。不过呢，要抄经啊，连写字卖袂记哩，那无唔好啦，但是爱会记哩。唔通乌白答吼，那每一字啦，经文每一字，何况呢？纸也都要用智慧运用吼，那纸还是爱搁再回收，唔通变粪扫。总讲一句呢，爱运用智慧利用物质。所以，接来讲，言性界之功德无量。会当信解功德足大，以如上节所说，即过去拢一直咧讲，所以何况啊，文辞书写共用时经，功德敬畏无量吼，必生佛地无疑啦。咱对经典爱用尊重的心，唔是干那讲我是要学写的。学写都唔通学白答，糟蹋了每一字呢，每一字都是法，所以咱唔通安尼就起着迄份呢不恭敬的心吼，还是要好好珍惜。那文辞书写恭敬者呢，用恭敬心就是叫做恭敬啦，所以功德。敬畏无量吼，会晓恭敬尊重这个经典啊，在文句字顶顶，咱拢用真慎重、真恭敬的心，那安尼呢，必生佛地无疑啦。这人唔免阁怀疑吼，啊，只要咱爱用
恭敬心。修行就是要安尼，闻呐，就是勤求闻法，爱勤，爱求听法吼，听这个法，还要呢再持，持呢就是勤行修持，这嘛是爱勤呐。啊，书就是写，写就是叫咱爱勤书流通。其实我们一当阵来当将心得好好的净化，那么也当和大家人分享化成文字呀、出租啊，人嘛也当分享着，嘛是真好啊。所以吼，公文信盖公宣，咱爱直直听，啊都爱相信，那而且呢，爱搁再甲人讲。公宣就是甲人讲，公文咱就是爱听，听经说法，听善知识讲的，那听了后理解出来，家己的心声都爱讲予人听，这叫做公宣吼。那所以修诸归。教他行，咱爱修啊，修行呢，就是咱爱家己自规律，较早的行为偏差，现在呢，家己爱自规律倒转来，要求家己爱有规矩，爱有规矩吼，所以修自规教他行啦。咱家己爱自规律，啊，教人呢也都要安尼，安尼人人才会精济啊，好，才会和睦吼。那公修信，修教用，好好来修行啦。咱来相信，咱来接受，咱来提出恭敬心来听法，来持吼持。修持，咱要好好写，拢总爱用恭敬心，所以主持令他应你，咱家己是安尼做，嘛和别人也同款。这些希望大家人爱用心，这是规矩，大家人爱做会到。为人以文书修之三会，背切精进，出生一切善根。真的，大家人应该看得知啦，清楚啦。文书修就是三会啦，那在中间要更加更加自我鞭策。自我精进，这是彼此之间互相勉励吼，家己爱精进，同时呢也鞭策大家人共同精进。那安尼呢，那就迄个善根呐，从这个精进中成长起来，是吧？是为菩萨之善友，互相。做人善友啦，互相呢做人的贵人吼，那所以由于文辞书写顶顶啦，安尼呢，咱爱真精真实，公文
好好听吼，那如何入群教化度人？这就是爱大家人真用心啦，时时用心，日日用心，把握时间呢，应用今生出世，咱把法都吸收在家己，专实心地。现在你闻耳啊听，听声音入心，咱爱身体力行，心定呢，从这个听来了解清楚，变成咱的智慧，咱会当呢，和咱的习惯呐，永远都是伫这个文思修，咱从善友中吸收来，从佛法中来滋润咱，咱也会当将咱的心再个影响他人，互相为善友。真呢，安尼培养家己，培养别人，一直和咱成为呢来去自在。今生来世，咱拢是安尼一习吼，已经分习真精真实。安尼，咱都唔免烦恼呢，啊，将来是安怎吼？来去自如啦，这就是咱爱修行，文思修，爱时时多用心啊。